对啊，今天模型天地来做这只钢弹的手，就这样。看啊，现在手已经出来了好几个手指了。我先把这个，这是手啊。你看，七八，欠两支手指，差两只手指。等哦，等一下哦。三只了，是不是？看啊，他每一个手指都会弯的，还差一个什么？还差一只最后面的指头。好，都上去了。有没有看到四只手指头？
每一只都是个别都可以弯的。而且它这边有一个凸起，有一个卡榫，可以怎样？可以跟啊，这把刀啊，咬合的，你看，这样它就黏住了。然后再把手指啊弯起来，好像它就抓住这个刀子一样，对吧？先把这手啊装到这个手管上，这次就做好差不多了。这边还差一只啊，有空再录，没空就算了。把这把刀啊，从这个卡榫一接，卡合住了以后，好像他就在握着这个刀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他在握着这个刀子一样。有没有？看出来吗？看一下他的脚关节。可以凹成这样，前面可以凹成这样。金鸡独立啊，我们今天的模型天地就介绍到此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呵啊！